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为什么？不是啊。因为哈、哦，你手脚冰冷，挥不走袂到，我手捏落去吼，头甲脚手就挥就炸去，挥炸起来有温暖嘛，有温暖的，它的生活体就分泌褪黑素，就好睡了，就好睡了。好，另外一个哈、哦，去老师那边买薰衣草，老师那边有薰衣草精油哈，全台最好最便宜，就是我故意卖的，卖那么便宜啊。然后薰衣草精油，还有它。一滴就好了，点在这里就好了。一滴，就闻那个味道。每天滴，三两天后就好睡觉了。要不然，老师那边有施癌盐，施癌盐哦，因为你的，你身体的酶不够了，酶不够了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最容易流失什么？酶，因为酶钙是控制神经。干嘛那么紧绷？笑嘻嘻嘛！啊，泡石矮盐，泡脚，泡或泡澡，都有鼓励啊！啊，你说这样太胸焦急，那我就教你一堆比较省的，用一个小碗，半碗水，小水啊，三十几度的，石矮盐一点点就好了，百分之几啊？给它融化，先不收了。让它干，再由皮肤直接吸收。大胆一点。大胆。用不、啊？不用。啊，不利啊！啊，不要吵。老师被发现了。啊，死啊人哦！啊，你在那混进去哦。像老师一样，当小偷。如果我爹，我靠，啥意思？我讲你怎样死啊人？我最近咳了，哎呦，口口干干，就要吞下去了，没进去了。钠不会太高。啊？钠不会太高。因为石矮盐里面钠，一加加，它每三十几趴，钠它3%到8%，不像盐是90几%。这样就好睡觉。但这些都是不是根本治疗，根本治疗你要搓搓揉揉，很简单，冲上去了，到底了。一二三四五问题啊，主要就是你的血液怎样，没有往上抽了，你为什么不常常这样呢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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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刚才讲紫外线，那我一直都想眼睛不好的话，是因为晒紫，哎，就是黄斑部病变啊。那这个，你晒一下下妆，我有可能不可能会影响，而且对只有益没有坏，因为要产生维他命 D， 我才会说妆。你不要听那个，他们那边就是故意让你们去害怕，所以你们都一点点事情都带一闪带样的，样子丢掉，去晒太阳。因为你要去了解一个问题，人是自然的，必须接受直播阳光的滋润。那一群人，通通是心中有怎样，有目的的，要我们生病。所以叫你，哎，最多你流嘴啊，最起码哦，你比如说肾脏负担，我们都觉得你最起码肾脏负担过重，结果你们都不爱喝水。好了，问题出来了，水喝不够，什么例子产生的？便秘、肾结石、肾结石。水喝不够。对呀、啊，水喝不够，肾结石。第一个事情是，来跟我说，组织胺飙高。组织胺飙高。抗组织胺低下。抗组织胺低下。先不换盐了啦。你今天没有水，
你就不能够把毒素代谢掉，水是最好的代谢物，你都会用各种似是而非的骗你，啊，你们就被骗了。老师，有人做饭水跟你都不喝水的，你认为呢？那你偏不偏跟你？饭水不是不喝水，饭水不是不喝水，两个都有啊。两个都有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啦，他们都没有想清楚。啊，你问了，我就告诉你很清楚。你偏不偏啊？因为你会问我，你要问我，我在告诉你真相。